心，经这个听闻了佛法以后，能够彻底的处理。所以佛法的可贵之处，不听到的人则已；听到以后，讲一句事实话，就是你一定会着迷。哎呀，这个佛法真是太好了。而这个着迷正是正觉的时刻。人家讲啊，你是着迷没关系，人家你迷佛法，你听经闻法，人家说你着迷，呀。 你要偷笑啊！就怕你不迷，你不迷佛法，你就不悟。哎，所以这个佛法是最了不起的，最了不起的。底下说：又见暗也是见呢、啊，与无声也是尘呢。啊,啊，无声就是没有声音呢、啊，没有声音你就听到了，嗯，就是寂静声呢，寂静声也是尘呢。 诸位，是相类似的道理。以凡情而言，只有有生才是生成，无生则否；而佛法则更深一层而言，有生是禅之动向，所以又称为动尘；无生则是禅之静止之相，所以称为静尘。所以有生与无生两种禅，同样。 都是可以听得到的，只不过听到进程时，所听到的是一片静悄悄的。当我们听到一片静悄悄的时候，不能说没有听到，不但不能说没有能听之性，也不能说没有所听之沉。能听之性永远是有的，而所听之沉，这时是一片静悄悄的。 静沉，这个静沉就是俗称的无声之声。诸位，你要记得，在佛法里面，无声亦是声，完全你到山区里面完全没有声音，听到静静音、静静的声音，啊，静本来说没有声音，这个在佛学来来讲还是一种沉，而儒家与道家把没有声音。 的时候，这个声给了一个很闲的美丽之词，叫做天籁。天籁，当你心很静、很静，而周遭也很静，没有一点声响，这个时候，你若听到一种无声之声盈盈于耳，盈盈就充满于耳，这就是儒道所称的天籁。别高兴。 以为你很高了，其实你所听到的只是周遭的近尘。你看，近后面还加一个尘，所以在这诸位，我们今天内在里面痛苦烦恼啊，不是我们跑到某一个山上的木屋，某一个山上的民宿。 夫妻吵架，某一个山上的民宿或者木屋，静下心来，就可以解决你的烦恼的。解决你的烦恼，你必须面对，同时要超越它。当就近解脱，没有所谓超越这个问题，诸法本来就空啊。所以这一层没有这一层功夫的，想要解决。 生命当中所有的缺陷是没有办法的，所有的众生都在追求解决内心痛苦的办法，但是没有一个人找对方向，就是苦上加苦。随便举一个例子，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赌博，你为什么要赌博？我想要赢钱嘛。 我想要赢得更多的钱嘛，金钱嘛，是不是？内心拥有更多的钱更快乐，结果去赌博，不但没有拥有更多的钱，反而反过来倾家荡产。好，他本来想要找快乐，就更痛苦。再来，我们用吸毒。啊，一个人内心无聊，开始吸毒。吸毒为什么要吸毒？吸毒就是希望。 更快乐。吸毒内心没有依靠，希望能得到一点依靠，结果染上毒品以后，也是倾家荡产。啊，有一个吸毒的回到家，他妈妈不给他钱，拿刀子杀死他妈妈。他吃那个药啊，分不清楚了。 喝酒也是一样，世间所有的享乐总是希望得到快乐，喝酒也是希望得到快乐，打麻将、赌博也是希望得到快乐，交男朋友、女朋友都是希望获得到快乐，这个答案都是一样的。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快乐，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快乐是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了解真正快乐是什么。 为什么佛陀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即灭为乐”啊？因为我们找不到极灭，如来大般若智慧的快乐，因此就聚重于外在，才是名食睡。因此，本来要得到快乐，就越来就越苦，绳子越绑就越紧，越痛苦。哎，哎，所以我看看了在电视的时候，一个女主角，啊，长着。 很漂亮。然后她受到感情的打击的时候，男朋友放掉的时候，啊，这电啊，这个连续剧了哈，啊，然后在电视的时候，人家安慰她，她心灰意冷，哎，然后自己跑跑到一个房间里面静下来，还是静不下来，因为她不懂佛法，是不是啊？不懂佛法，那、啊、后来人家再继续安慰她，也安慰不下去，哎。 人家来安慰他的时候，他跟他讲一句话，啊，他就说：“我决定出家为你，又来了，反正就是碰到那个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讲这句话：“我决定出家为你，你看，又来了，这个就是电视剧了，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世，不要说世间人不懂佛法。 告诉诸位啊，你坐在这里啊，不一定了解佛法。为什么太深、太难、非常维细、微妙，很难去体悟进入这种佛的领域的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外面人误解佛教是可以理解的，用啊。 深入的智慧，我们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扭曲或者误会我们佛教，因为佛法真的是太难。讲这个也不对，讲那个也不对，讲这个也对，讲那个也对，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不是东西啊！它什么东西都对，要指指不出来，不可以否定，相就是性，不可以肯定，性指不出来。 所以佛法它有个诀窍，它就是记得你学习佛道就是这样。第一个要完全否定种种的相，这样，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第一个，你要用全部否定，了解凡所相都是虚妄。所位，这个就是否定啊。那底下用肯定的，离一切相，即命诸佛。哦，能离相的。 就是诸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心呐、啊。如来则即诸法如意，如来什么是如来？就是心性悟到一切法毕竟空，心如如不动，那个就是佛，是佛在心性当中啊，不在外面呢、啊。这、呃、第一层功夫，你要否定一切相啊，凡所相都是虚妄。第二点，你要肯定这个真心的存在。 你一切像，即命诸佛。说我们有真心，好，肯定，哎，否定跟肯定，回归到刹那之间，回归到刹那之间，回归到刹那之间，就是肯定跟否定同时，就是回归当下，回归当下。所以为什么说极乐世界不可以等到你命中呢？诸位，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如何？ 哇！一个要往生极乐世界的，可以等到你命中，那份期待呢？怎么可以？是不是？既然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如你今天不解脱，明天不会更好。牢牢记住师傅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修行人的座右铭。你现在，你今天不解脱，明天绝对不会更好。 而且是永远不会更好，因为你，你明天或者等到明天，再等到明天呢、啊？你现在听到佛法说放下就放下，啊，然后明天起，每一个时间空间，你告诉自己，通通在这修行。不了解佛法，明话说了解佛法，二六十中，通通在修行。每一个顺境都在考验自己的贪婪，哎，顺境现前。 我有没有贪婪？每一个逆境都在考验自己的嗔恨心。我没有存在过去的习气，所以真正的修行人是行住坐卧，他通通在练这一颗如如不动的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集中这句符号，贪嗔痴通通放下，不可以等到明天，不可以期待未来，更不可以期待黎明中。现在就要解决问题。 往生是现在的事情。既然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如何会期待一个无不可知的未来？是不是？所以就是万法回归当下啊！因此我们要了解净土法门，信愿行通通在这一颗心性当中起作用。深信自己的清净自性，相信阿弥陀佛的愿力，信啊！ 信自心性，也信佛的愿力，啊，信自信他吗？愿啊，要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可是念念我这个愿是清净完全清净心的净土相应的行也是一心念佛行十善，一心念佛行十善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因。一心念佛，这个念佛这句佛一出来。 就是妙，就是明，所有的念头就是这句“阿弥陀佛”，然后随自己的因缘修十善业，这个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正途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正途，我们修行人总是把禅跟静打成两段，这个是错误的。禅就是佛的心呢、啊。 修净土法门，离开佛的心，你怎么修呢？是不是？怎么可以把禅跟静打成两段呢？不晓不晓得，禅跟净土的终极点是一样的，但是修净土的，因为它比较善巧方便又好修，所以一心念佛，万般不计较，哎，容易成就啊。所以师傅还是劝你要念佛，但是你不能说。 不知道这个心性啊，你一定要认识这颗心性啊。底下啊，这其实你所听到的只是周遭的进程，而凡夫之人妄想，既着种种相而自以为高。同样的，有见与无见，不应依所见而定，而应以能见来看，而且。 若所见是暗，并不是表示无见，只是所见者为暗沉而已啊。所以与能见之性毫无影响啊。换言之，所见之暗是色或者是暗，并不能令能见之性变成有或者是无。意思就是外层有生有灭变异等相，本性能见能闻之性无有变异啊。 是故应依性，不依禅。诸位，用本性修行，刹那之间就进入佛的领域。用本性修行，用不生不灭的涅盘妙心修行，省时省钱又省力，刹那即得见性。啊，用妄想意识心分别啊，百千万劫没得入门。所以佛法，你要进入不二法门。 绝对不可以切割的，因此八大宗派同一个佛的心，就像兄弟姊妹，同一家人，啊，就五只五只手指头，是不是啊？回归起来。